熊熊火舌不断地从船舱内窜出，消防队员拉起水线，全力灌救。八斗子渔港岸边飘散浓浓黑烟，一艘停泊在八斗子渔港的近海渔船，14号晚上9点，不明原因突然起火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局出动3个分队前往灌救。到达现场的时间大概是九点出头，我们接获到有民众报案，就是我们八斗子渔港有船火的情况。好，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船舱已经全面燃烧。好，那我们确认现场没有人员受困，那我们也立刻进行抢救。所幸火势在30分钟后受到控制。从港边监视器画面发现，船上冒出熊熊火光，随后就陷入火海。至于火警发生详细原因，仍有待调查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